我现在手法呢，要不就半年吧，半年处理一下。他每天要改几个点，但是他什么也不想，要不他什么都不想，好吧。我那个他一直说到时候他找我，找个地方做，他就做。我桌上没手，那不良品在那里。你要发个信息，要发，不打码，马上把电话费已经打了，拿走了。又加了几百，又上打又去了，又在联络，又加了，就是就是信息，我就是不行，不行。那不良品在车上。装车，我这个东西检测了没有？啊？检测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干涉。你检测你的老板了？不搞有点像。干涉了就。他妈，我跟你一点，我是做仓库的。啊？